成功教育致力于帮助有志报考美国前50名大学的学生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迈向成功的第一步，成功教育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波士顿交通拥堵程度位居美国第四位，全球第八位；烈焰滔天，波士顿公园附近建筑发生4级火灾；价格开卷 ，Wendy's 推出优惠对抗麦当劳5元套餐；研究人员在麻州冷饮发掘出失落已久的庞贝国王故居；麻州 Revere 一商店停车场发生肇事逃逸，儿童受伤。波士顿交通拥堵程度位居美国第四位，全球第八位。根据 INRIX 2023全球交通评分卡报告，波士顿在2023年交通拥堵时间排名全美第四，全球第八。报告显示，波士顿司机平均每年在交通中耗费88小时，导致每位司机损失约1543美元的时间和生产力。最繁忙的路段为 I-93 南行方向，从 Zakim Bridge 至 Pilgrims Highway 下午3点的时段。Transportation for Massachusetts 倡导组织执行董事雷吉拉莫斯表示，波士顿需要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他指出，缺乏推动人们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的政策是导致拥堵的原因之一。Ramos 建议借鉴纽约、新加坡、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经验，考虑在高交通地区实施拥堵收费。波士顿市长吴米表示，目前市政府正在探索利用技术识别城市拥堵热点，并加强交通管理与缓解交通压力。烈焰滔天，波士顿公园附近建筑发生4级火灾。本周一深夜至昨日凌晨，位于 Stuart 街的3层 Jacob Wirth 建筑发生4级火灾。消防部门报告称，这座已有150年历史的建筑自2018年因火灾关闭后，原计划今年在新房主的管理下重新开业。大火发生时，建筑内外正处于施工状态，无人居住，但旁边的30层住宅楼被紧急疏散。波士顿消防局局长保罗·伯克表示，消防员迅速投入战斗，但由于火势猛烈，不得不撤出，在外部灭火。此次火灾造成约300万美元的损失。Royal Entertainment 销售与运营副总裁贾米森·拉瓜迪亚称，这场火灾是他们2年来恢复这座历史建筑所遭遇的重大挫折，但他们希望能够渡过难关，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，并期望未来能将 Jacob Wirth 重新带给波士顿社区。价格开卷， Wendy's 推出优惠对抗麦当劳5元套餐。Wendy's 近期宣布，为庆祝 Big Back 优惠5周年，推出限时优惠，购买 Big Back 即可免费获得一小杯 Frosty。 这项优惠旨在与麦当劳6月25日即将推出的5刀 Meal Deal 展开竞争。 Wendy's 的5刀 Big Back 包括一个 Junior Bacon Cheeseburger 或 Crispy Chicken Sandwich， 搭配4块鸡块、一小份薯条和一小杯软饮。该优惠自6月20日起在全美参与活动的餐厅与 Wendy's 应用程序内有效。与此同时，麦当劳的5刀 Meal Deal 将于6月25日上线，包含 McChicken 或 McDouble 4块鸡块、薯条和饮料。面对消费者对快餐价格过高的投诉，各大连锁餐厅纷纷推出低价优惠。 Burger King 本月重推5刀 Your Way Deal， Buffalo Wild Wings、Popeyes 和 KFC 也相继推出实惠套餐和促销活动。研究人员在麻州冷饮发掘出失落已久的庞贝国王故居。在麻州冷饮市的 Saugus 河沿岸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殖民时期黑人民族领袖庞贝国王遗失已久的故居。东北大学副教授 Cabrera Baumgartner 表示，这一发现揭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奴隶制历史。庞贝国王原名庞贝·曼斯菲尔德，曾在获得自由后成为了社区领袖。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梅根·豪伊通过比对历史地图和现代地形图，成功定位了遗址，并发现了18世纪手工建造的地基。下一步计划包括向麻州历史委员会备案，并在当地树立标志或设立展览，但仍需要更多资金支持。
麻州 Revere 一商店停车场发生肇事逃逸，儿童受伤。昨日，麻州 Revere 市的 BJ's Wholesale Club 超市停车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件，一名儿童被车撞倒在地受伤后，肇事车辆逃离了现场。警方表示，这名11岁的孩子有望幸存，但没有透露具体伤势情况。关于事故的更多细节，包括肇事车辆的类型和事发时间，尚未公布。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创建于1848年，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，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，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，被誉为公立常春藤大学。威斯康辛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，2023 US News 全美排名第38名，2023 US News 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，2023 TOS 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。此外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。他的教育学、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，生物科学全美第三，工科全美第四，艺术全美第11，计算机全美第12，商科全美第15。除学术强势外，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。学校位于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，校园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，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。2012年，威斯康辛大学首次来到中国，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。人才选拔项目的报名条件如下：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3年高中成绩单，语言要求满足雅思 5.5、托福64、多邻国95、ITAP 4.0 中的任意一项，在中国公立学校参加高考。资产证明30万人民币、护照、申请表及面试。人才选拔项目每年有2次申请时间，3到6月中招收秋季入学学生，9到12月中招收春季入学学生，2个月完成全部申请、面试和录取流程，快速入学。报名与咨询欢迎留言或扫描小助手二维码。成功升学，祝您升学成功。